小朋友们专心折纸灯笼，完成后提在手上好开心。台湾水果香甜可口，也让新国民众大饱口福。新加坡红帽桥地区日前举办国际文化节，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以手工制作灯笼和台湾优质农特产品为两大主轴，吸引参观民众驻足。新加坡内拥有多元种族，举办国际文化节让各民族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宗教，进而互相尊重。我们也代表我们国家呢接受他们的感谢状，我们非常受到了礼遇跟欢迎，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活动呢对于我们增进跟新加坡当地民众的文化往来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除了台湾馆之外，其他国家文化馆也充分展现当地特有的文化和民俗工艺，让参观民众领略不同的风土民情。